20秒卸妆有可能，唔使急，最紧要快。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，事事讲求效率。就连女士最关心嘅护肤洁肤课题，同样要快。最近，仙奴以20秒卸妆为卖点，推出水嫩溶妆液，将洁肤程序简化，声称可以喺20秒快速将面上面化妆融化。就算系防水粉底、睫毛液或者系唇膏，都可以轻易卸除。今晚我哋再将卸妆过程简化，只喺模特儿面上面搽啲粉底同埋眼线，睇睇20秒系咪真系可以彻底卸妆。好啦，而家开始计时，20秒得唔得咧？测试期间，我哋根据说明书嘅指示，喺手湿面湿嘅时候用。观察所得，面上面嘅粉底同埋眼线系可以融化嘅，但系洁净效果就唔好理想啦。面上面仍有眼线同埋粉底液残留。之后我哋喺唔计时嘅情况下，重复再做一次，配合埋轻力按摩，仲用清水再冲洗，妆容先至彻底融化。所以话，有啲嘢系唔急得嚟嘅。